本分队同仁于昨16日9至11时执行机车巡逻勤务，在临近太平区民众采买进出平板之中山市场前行人穿越道，发现有一辆自小客车对于明显正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之行人，行进方向3公尺内强行通过。两位同仁见状之后超车拦停，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2项举发。本分队在此呼吁，汽车行进未设行车管制号志之行人穿越道前，应减速慢行。另遇有行人穿越时，无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或号志指示，均应暂停让行人，确实尊重行人合法路权。